主料瘦肉一块，辅料大参两根，红枣说喝，淀粉少量，用餐人数一到两人。大参放在水里浸泡几十分钟，瘦肉剁碎，我是用刀剁的。累啊，有绞肉机可以用机器来绞，肉馅放油盐淀粉搅拌，大参剪碎，红枣撕开撒在肉馅上，加适量水放进锅里，大火烧开水后转中火蒸10分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